门在这家火锅店插队被拒绝。因为刚开业嘛，好多朋友想去，朋友就给我发信息，就说能不能定位置啊什么的。但刚开业就是大家都特别的抬爱，所以不接受预定啊什么。但是我本来想就问一下，万一可以说插队啊啥的，所以到后来被拒绝了啊，那拒绝就拒绝了。但是等我回去吃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插个队。